火签的青面锁将军威风凛凛，执掌令牌的红面加将军声势赫赫，扮相斯文，手拿着收服鬼魂的葫芦，相传为白鹤化身的引路童子，指引前路。因为他们是一个团体啊，衣服穿的就是一样。啊，这个是引路童子，就特别的不一样。传统宗教盛世中经常见到的八将，在郭宇瑞的巧手下做出这一组九尊30公分高度的神像，虎虎生风的态势，竟然全是用龙虾壳做出来的。大小要挑啊，它种类龙虾种类也有不一样，就找一些一样的。龙虾壳对旁人而言是不要的垃圾，但郭宇瑞看来，一个个龙虾壳给自己不同的启发，赋予龙虾壳新生命。还有龙虾这两只脚也很重要，断一只可能就不会拿那一只壳了。一对在龙虾眼睛旁边的稳凸，作为神像的两个肩膀，雄赳赳气昂昂。龙虾的甲壳就是神像穿的盔甲，手脚则是用龙虾脚取代，连头上戴的金冠也是郭宇瑞亲手画图切割。之前做不好就是很失望的把它丢在垃圾桶，还是把它敲碎啊，现在做不好就把它用吹风机吹软，然后那个热熔胶它会软化，然后就把它拔起来，有可能之后有机会会再用到那一块配件。这样一尊神像大约用到10块左右的龙虾壳，事先的收集工作要到哪里找这么多的龙虾壳呢？郭宇瑞伤透脑筋，最后想到在饭店工作的儿时玩伴。医生，我来给你提两个壳哦。哎，这一个排量哦。哦，啊，这届收的品质袂歹呢，啊，啥物部位拢做平均的。有你老的啊。好，谢谢啊。一拿到这么多原料，赶紧动手整理，先用清水泡过，再拿着棕刷一只一只仔细清洗。泡药水，把那残肉泡掉。啊，然后就风干，也不能晒太阳，因为晒太阳它会变成白色，没有这么鲜艳。谨慎地将龙虾壳摆在空地阴干，不过外人无法得知的辛苦，清洗时不小心弄破，制作时不小心碰碎，甚至手指被虾壳倒刺割伤，这些都可以释怀。但最难过的是用剩余食材做出来的神像，被恶言批评是亵渎神明，不被外界接受。有的人说我做这些作品是亵渎神明，我觉得不会，因为我每个做好的作品都会拿到庙里，然后让神明欣赏啊看。那我觉得我的作品和那个神明都非常有灵性。心诚则灵，虔诚做出来的石材神像，原来每一尊都是对阿公的怀念。小人我是阮阿公带大汉的，啊，伊拢会伫阮庄的庙宇做庙工啊，做当机，啊，伊拢会小汉的时阵，伊拢会牵着我的手，啊，带我去庙宇佚佗啊，创啊，所以我对神明甲庙宇这种活动拢做有兴趣的。81年次的郭宇瑞，一年前阿公因病过世，每当夜深人静时，总是无法想起阿公的面容，最后才想到童年时光几乎都是在村子口的公庙度过。阿公带着自己认识案桌上的神明，讲述每一个神明的传说故事，最让郭宇瑞感到兴趣的就是顶头。我第一个作品是做观众秀，因为我第一次接受顶头就是看到这个观众秀，把我记忆很深的啊，因个姿势啊，做引导的，啊，因个面相，好，我感觉做庄严的。坐在书桌前，平心静气的开始制作石材神像。看着神像，阿公的脸庞越来越清晰。郭宇瑞借由剪裁粘制，表达对阿公的爱。阿公过世的时候，头七那一天，格爱小靠近，
然后我就想说，为了怕阿公在另外一个世界会孤单啊，所以我就利用我自己做的一尊三太子，然后就一起火化给他，希望他能陪伴阿公在另外一个世界。不只用龙虾壳，将创意用在更多食材，像是眼前这一尊清新脱俗的观世音菩萨，您一定很难想象组成的物件。我观音菩萨是用越南粉皮，它是泡水之后慢慢一层一层铺成上去，然后等它风化之后，它会很像观音菩萨的衣服这样飘逸。打破世人对食材的刻板印象，这一尊广泽尊王用红豆铺满内身，再用不同颜色的虾饼织成神袍，惟妙惟肖，精巧细致。另外，慈眉善目的妈祖全身上下都是用饼干组合，有婴儿饼干、谷片、燕麦，令人啧啧称奇。玄天上帝是用意大利面和通心粉粘制而成，就连脚下踩的蛇和乌龟也是用不同形状的通心粉呈现，栩栩如生的模样，眼睛为之一亮。每一次在挑选食材时，都会依循这尊神明对普罗大众的感觉，食材依照神性。私底下的郭宇瑞兴趣和台湾传统宗教息息相关，但平日的工作却是一位餐厅的烧烤师傅。客人指明要吃脆皮鸡，穿着厨师服的郭宇瑞立刻到冷冻库取来完整鸡汁，先将全鸡按摩，之后秘密武器上场。这个是什么鸡啊？醋水。全鸡上下左右均匀淋上醋水，立刻送进烤箱。随着温度越来越高，现场弥漫一股浓浓的香味，让人食指大动。脆皮鸡是郭宇瑞的拿手菜，就连刀工也是下过苦功。这你看，你注意看，皮甲肉会中间划落，倒啊划落，哎。耐心的教新人如何处理醉鸡，不断的提醒全神贯注，小心锋利刀子，因为就曾经一个闪神将自己的手指剁断二分之一。我记得有一天很忙的工作日，然后就因为赶时间，然后不小心拿剁刀剁到自己的手指，然后去医院缝了很多针。练刀就是练心，专注的眼神，稳定的双手，无论是在厨房烧烤，还是在宿舍里制作神像，24岁的郭宇瑞认真打拼，让在另一个世界的阿公放心，更借着制作这一尊尊作品，传达对阿公浓到化不开的思念。